事展开。谢谢，感谢咱现场的贵宾各朋友热情掌声来做鼓励。那么非常欢喜，恭喜大家去，今仔日也就是咱感恩月、平安月哦，上届圆满最后一天。那么恭喜大家去，也就是要来恭祝着咱办应得好兄弟哥，圣诞千秋千千秋大个一个日子。那么当然，伫只嘛要诚心诚意来祈求，祈求着咱办应得好兄弟哥，会当来庇佑，庇佑着咱济济众信众大个各朋友，大家伫咱的感恩月、平安月哦，感恩庇佑个安尼顺顺利利哦。那么每一位拢安尼大家个大礼，那么当然除了咱农历七月感恩月之外呢，来到咱后半年度嘛，期待着咱个好兄弟哥赶快继续来甲大家做庇佑哦。那么大家拢知影，伫咱顶半年度，咱台湾甚至是全世界会当讲是面临着真危险哦，即个武汉肺炎来甲咱个健康做着威胁。但是咱个台湾人会当讲是真有福气，伫个全世界来讲，咱台湾真正会当讲是一个宝岛哦，互咱所有台湾人民拢个平安个顺心，大家拢真健康哦。武汉肺炎赶紧来远离台湾，互咱台湾人会当继续安尼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伫个咱个后半年度，咱个经济上也好，生活上也好，咱健康上大家拢会当继续来维持着咱正常的生活，互大家更加顺利、更加平安。那么当然，买票着咱国家会当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人到老有蓝天白虎，路立青霄，家家户户拢会当顺顺利利，大吉又大利。感谢。那么当然，今仔日跟咱老家的先辈在现在这个阶段哦，嘛要热情来做一个推动哦。那么欢迎着咱坐坐众星众大的好朋友，大家共同来到咱的现场，一起来欣赏咱精彩老家同乐安徽余姓节目。那么在咱的节目要正式隆重来推动的这个阶段，要来讲，嘛要来跟咱在座坐坐贵宾好朋友，来跟咱小家。是咱幕后非常辛苦工作团队、工作伙伴，啊！你收听我的执行长明哥，所来给咱做一个锻炼。我是来自玄红爵士岛台，谢谢。感谢感谢，对咱每一位热情赞助人，和阮玄红影视传播公司有这个机会，会当来甲现场服务着咱所有贵宾各朋友。嘛，期待咱玄红影视传播公司勇敢会当陪伴着咱所有贵宾，共度一个上个轻松愉快老一个夜暗暝。那么自我介绍，我是今日的安徽主持人，我姓游，叫小紫。那么游小紫，勇敢担任着播报主持的工作，如果有较欠点的所在，嘛唔忘大家。会当多多来包涵哦。好的，那么精彩老哥的节目哦，事不宜迟，马上来给他安排推动晚间打头阵的这名歌手，给他安排这位是当当北泡泡的姑娘啊，小贤。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来给大家安排是《多情玫瑰》啊，轻快的一首好歌，《多情玫瑰》送给大家。接下来，《多情玫瑰》。
秋天。